一段片咧，就係、是、想講下咧，deflationary gap 同埋 inflationary gap 咧，咁喺SRAS 啦第一次喐嘅時候之後嗰個情況。咁咧就 SRAS 咧點解會喐咧？咁啊，主要就係個 production cost 造成嘅。咁如果個 production cost 整體係跌咗，咁個 SRAS 咧就會係向上升。咁依度就改翻啦 ，SRAS。咁如果係向上升嘅時候咧，個 SRAS 向上升啦，跟住個物價水平就會係跌咗，產出水平就會係增加。咁咧，依一個 inflationary gap 嘅情況啦，啊，咁咧就係當個 Y 一大過 YF 嘅時候，咁啊有一個 inflationary gap， 代表咗個勞力市場咧係處於一個嘅 excess demand 嘅情況，咁嗰個input price 咧就會係增加嘅。咁啊長遠嚟講啦，因為個人工就會係升咗。所以個 production cost 都升咗 ，SRAS 咧就會係跌咗嘅。咁之前都講過啦，依一段其實就係講個 labour market， 幅圖就睇唔到嘅。咁去到下邊啦，如果個 SRAS 係喐嘅話，咁原本由移咗去左邊，而家咧就會移翻去右邊。咁同學依度你要留意啦，因為都係講緊同一條線嘅。由一去二，二又去一，咁即系一咧就用咗兩次，咁啲箭嘴其實好亂嘅，究竟個先後次序，咁所以咧就最好就寫翻啦，咁啊由一啊 YF 去 Y 一就一，跟住翻翻轉頭就二 ，P 一去 P 二就係一，翻翻轉頭咧就係二，咁就會 label 得清楚少少啦。咁翻翻轉頭去翻到原本個均衡點之後咧。那個物價水平其實就是再增加翻嘅，咁個產出水平咧其實就會係跌咗落去嘅，咁直至到幾時停咧？就係個 output 咧 level back to the full employment level。咁啦，依個就係喺 SRAS 啦，偏離咗嗰個嘅YF 嗰個情況。